较没有味道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照一下艳丽小姐做主厨 ，Coco 做助手做出来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咖喱鸡跟玉米浓汤。咖喱鸡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玉米浓汤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玉米浓汤，至少号称玉米浓汤。哎，那我们请这个主厨来跟我们笑一下。哦耶！这是妈妈的食谱。对，如果不好吃都是妈妈的责任。跟艳丽没有关系。来，这位叫做 Angel 小姐，嗨，笑一下。啊，这位是助手 Coco 小姐，笑一下。Thank you， 这是我，有没有看到我？